道这就是青春吗？关晓迪会参加训练营的。我想招募一批有潜质、有实力的年轻人。不想被淘汰的，有动作快点！你不还是要追他吗？追他是一回事，竞争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要证明我是最强的，最有资格进入烈火神队。那梁大卫他就配不上。可是我喜欢。死神来，这不太妙啊。我知道，我亏欠你们的太多了。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对待粉红豹。我明天就要离开烈火神盾。小迪，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。是熊阔寒造成的这一切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我从小就是跟别人打架打惯了的人，来吧，也不可能伤着我。